站人满为患，全会等郭董来探班，但这不是他的第一站。带上副总赖佩霞，板桥爱民自由会连署站开张，实际看到现况，郭台铭说已超出原先期望，是有点超出我们想象哦。那么台北市今天也很热烈，都有陆续的战情回报。随着民众响应，很满意。一个上午过去，郭台铭仍藏不住老板个性。我刚刚回去就已经开会检讨，再教育还是有一些问题。误填或者是填错表格的情况，就变成作废了。我觉得我们觉得很可惜。不容许有任何疏忽，像在台中南屯，疑似因人潮瞬间涌入，一度断电，影响联署进度。我们刚跳电了哈，那边电不能用，但是我们紧急排除，让另外一边可以作业顺利。这样，大家稍等我们一下。第一个来联署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相信旧路是走不到新的地方，那我相信他会带台湾人民走到新的、不同的世界。就算跳电，挺郭的心不改变，且自己的 IT 团队，就算原先科技人数被中选会拒绝，拐个弯开发社群串联。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像是手游的任务墙，甚至你还可以设置闹钟，我们就可以帮你排进手机的行事历。类似行动懒人包也意在抢攻年轻票。TVBS 专家的曾经军中学会秀主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